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售，2020中国好声音于8月21号晚21点在浙江卫视开播。作为拥有9年历史的王牌音乐节目，好声音不仅首播收视率破2，更以诸多热点话题横扫各大平台榜单。节目中，无论是好声音导师团以时代经典为主题的开场秀，还是各路选手的演唱时，都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新导师阵容，神仙互动。根据广视索福瑞公布的数据，好声音首播当晚即以亮眼的成绩闪耀周末收视榜单，收获 CSM 59城收视率 2.476%， 首播收视率破2的好成绩。这一成绩呢，也刷新了三季度综艺节目开播收视的新纪录。今年好声音迎来了全新的史上最年轻的导师阵容，经过首次录制，四位本就互相有个合作导师们关系更为融洽。开播前，导师们两两捉对，在社交平台上面用各自的方式为节目开播进行宣传。李宇春发了8行呵呵哈哈的神秘文案，李荣浩则发了要我怎么办。原来啊，他俩这是在隔空预告当晚即将表演的开场秀曲目。而另一边，导师谢霆锋则发出了一则寻人启事，称联系不上李健导师做互动，热爱围观的观众们就被谢霆锋无奈的文案都给逗乐了。看来呢，导师们私底下联系呢，也逃离不了李健这位用 2G 网络的断网时刻啊。甚至是有热心观众是纷纷给谢霆锋出主意，导说还是发短信比较靠谱。实际上，这种各大一麻袋的笑容的神仙互动，正是本季好声音导师团的日常，时而抛梗，时而认真争抢的全新导师团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在传统项目抢人大战当中，导师们各憋大招为自己争取学员的青睐。谢霆锋导师本季堪称是四资导师，集资源、资金、资历、资色于一身。虽然说话的时候温柔恳切，但对学员们抛出的承诺呢，却也是最为诱人的。李健导师虽然一直走的是文艺路线，但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他却是当之无愧的梗王。今年除了再度携自己的成语词典回归，他还练就了一身健硕的身材。这一次，李健老师决定用更加强壮的身体为学员们保驾护航。李宇春作为萌新导师，虽说刚开场的时候确实有些蒙圈，但是很快就制定出了自己的一套抢人策略，寻找自己和学员的共同点，以亲切感和真诚或许拉近自己和学员的距离。而去年忙着骑车划船的李荣浩老师，今年则走起了实干路线，凡是碰上自己心仪的学员，他都要亮出自己音乐制作人的金字招牌，大方承诺为学员量身打造歌曲，学员歌曲空降排行榜冠军。除了导师团之间的精彩互动，首期节目的6位选手也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学员潘虹演唱的《最好》不仅喜提热搜，更空降 QQ 音乐巅峰榜飙升榜的冠军。虽然是外表温柔如水的南方姑娘，但是潘虹却拥有着极具反差感的金属质感的音色，尤其声音当中淡淡的哽咽感极具感染力，而她细腻的情感把握也让台下的许多人不禁落泪，甚至直到李荣浩导师的一句铁汉落泪的打趣一出，大家才惊讶的发现潘虹竟然把谢霆锋导师唱到了热泪盈眶。率先转身的李宇春说了，在转身的那一刻我不敢看他，我怕打扰到他的演唱。最终潘虹选择了自己的心仪导师李宇春导师，成为李宇春战队的重要一员。另一位受到颇多关注的学员宋雨宁来自于黑龙江，作为今年新增的原创赛道的首发选手，他演唱了自己的原创歌曲《三巡》。这首宋雨宁根据自己十多年的求学追梦经历创作的歌曲，被他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和年龄十分不相符的厚重感，深深地打动了导师和观众。从中央音乐学院到伯克利音乐学院再到纽约大学，宋雨宁的追梦故事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共鸣，有观众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有深度，有故事，有未来。最终宋雨宁选择了自己的老乡，同在松花江边创作的李健导师。李健、谢霆锋、李荣浩3个2年级的导师带一个1年级的李宇春，四人极有努力，虽然无大纰漏，但是综艺效果有些堪忧。中国好声音这档综艺节目最大的看点呢，当属是参赛选手，但本季目前已经出场了几位选手，除了原创赛道的选手之外，其他人的表现和往期选手对比起来看呢，只能够说是勉强及格。但这档不缺看点的综艺节目，既然选手没有亮眼的
表现，那么只能够用导师的表现来凑了。本期节目作为二年级导师的谢霆锋，除了与李健上演成语 battle 之外，还在抢人大战当中被封为四字导师。他的这四字分别是他自己说出的资源、资本和资历，李荣浩现场神补刀又给加了个姿色，凑成了四字导师。那么他配拥有四字成为吗？先说资源吧。谢霆锋以歌手身份出道，且在影视圈内混得是风生水起。他不仅自己发行了多张专辑，而且还为多位歌手进行创作，同时他还参演了数十部影视剧，已经获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和业界口碑。谢霆锋在22岁的时候开始念涉足幕后范畴和商业参与，创立影像后期特效制作公司朝廷，后期发展成朝廷商业帝国，内容涵盖影视后期制作、娱乐公司、影视公司、时装公司等等多个领域。而且他还控股与参股了多家上市公司，其中不仅有传媒行业的公司，还有如数字王国呀、特步呀等等这些行业非常著名的公司。就谢霆锋掌握的这些一手直接资源来说，在目前的艺人当中呢，也算是属于佼佼者的。其次，资本。说到谢霆锋的资本，从他掌握的资源当中就可以窥见一斑了。他于22岁开始涉足商业领域，经过的这些年的打拼呢，他旗下的各个产业都做得非常不错。他的资本原始积累应该是从投资商铺开始，最初他将赚到的钱都买了商铺，狠狠地赚了一大笔。又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后期特效公司，成立了朝廷。2014年，该公司估值就达到了60亿。他还是汉传媒、数字王国、特步等上市公司的股东，而且还创建了多家在行业具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司。这些企业的资本总和全部加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庞大的。大家表面上看他是个艺人，其实他才是娱乐圈隐藏的真正大咖，并同王健林、马化腾等众多商业大咖一起入选到问鼎55个成就世界领先地位，从华人企业发展案例一书。再是资历，在节目中他说呢，我的资历从出生那一刻就拥有了。此话一点也不假，因为大家对他的父亲谢贤并不陌生，而谢贤的成就在当今的香港乃至是大陆影视圈的地位也是凤毛麟角的。除此之外呢，谢霆锋16岁就出道了，不仅在演唱方面获得过多项大奖，而且在演戏方面呢也获得过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等奖项。同时他也在影视方面的成就也是目前艺人圈当中少有的，特别是他的风味更是收获了众多的赞扬。他还曾经导演过多部电影以及微电影，曾经投资了数十部的影视剧，而且他还曾经担任过多档综艺选秀节目当中的导师，特别是以评审和武术指导的身份参加过全美超模大赛。如此的个人成就，其资历自然就无话可说了。最后姿色，虽然用姿色来形容一个男人有点让人觉得感觉怪怪的，但是有人说谢霆锋这个人特别会长，他结合了谢贤和迪波拉的所有的优点，五官端正，外形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常年坚持健身锻炼，也保持着他良好的个人形象，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他都是很多人热烈追捧的对象。而在个人生活之上，无论是前妻还是坊间盛传的各个绯闻女友也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也是他姿色的证明。虽然在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中他的四字导师身份有一些调侃和娱乐，但从上述对他的总结与分析，他也配得上这个称谓。目前中国好声音三个二年级的导师当中啊，李健先拔头筹，已经培养出一位冠军学员，李荣浩紧随其后，于上届节目当中也带出了一位冠军学员，希望本次谢霆锋的学员能够在最后的比拼当中胜出，拔得头筹。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啊，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